教科書於平頭集嘅禮科書嘅第304頁第二題。如果魚蛋沿住水平方向打橫咁射，佢速係1.5米，就水咧就個情景咧抽佢出嚟。加密線咁樣撞埋動題咧嘅垂直速度。拋體運動咧，第一嗰個初速時，亦都同時係任何時計嘅打橫速五嘅時候，打橫嘅變量即係話 S X 時係話呢個嘅0.8時間，個時咧0.533秒。如果三位有效嘅話。好啦，咁跟住佢而家咧係要求知道去到場嗰刻嚇嘅時間啊，呢度係剛才講過，呢度係0.8米就是、個 S X 啦。撞牆嗰刻嘅 Y 方向嘅速度咧，如果係一個水平球擲嚟講咧，垂直速度係會等於9.81去乘翻剛才計到嘅33，所以個垂直方向嘅2。咁三位有效就5.2，所以呢題嘅答案咧就係條筒。